竹山田家乐社区关怀据点，这是由于镇公所提供社区500盆的草花，社区干部邀请所有的长辈一起来种花，不仅可以让长辈活络筋骨，而且又可以美化环境。每位长辈边动手边聊天，很快就可以把花种完，大家都觉得很有成就感。在种花前，大家先把杂草清理干净，随后有些人开始松土，有些人将一株一株的盆花移植到泥土里。田家乐社区这是获得镇公所赠送500盆的矮青牛，社区干部就邀请长辈们大家一起动手来种花。社区理事长阮登科表示，这是利用机会让长辈们大家一起动手，一方面可以美化环境，再者也能够透过种花活动增加他们生活上的乐趣。我们镇长上任以后啊，一直在活化我们的竹山镇啊，其中之一的话就是美化各个部落、各个聚落街道都要充满那个花花草草，美化环境。那这一次呢，清洁队送了我们社区500盆的这个矮牵牛那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让那个我们的长辈第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个文田国小增加一点花草美化环境之外，另外就是我们的长辈利用这个活动增加他们的生活乐趣这个也是一种叫做作物栽培治疗可以就是疏松可以抒发他们的一些情绪让他们更快乐。而长辈们对这次种花活动都感到很有意义，尤其大家聚在一起完成一项工作，不仅很有成就感，而且又能达到运动的目的，生活也比较充实。感觉大家都真爽真好啊！呢，先生爱来遮，咱的社区先生爱种顾好啊！啊，种来吼，咱来啊，咱来人客人来看，就看到咱的学校唔只会水，啊，看到唔只会好，种好心情都该种都爱种啊！啊，真好，唔只真爽，种到两老看，你无看？真欢喜，真欢喜咩？嘿，种到真欢喜个咩？欢喜个水啦！种啊，大家拢欢喜个呢，啊，都种就啊靠！较水啊！咱村内底即个学校埕学校室安尼，入来就看到讲话型啊袂歹啊。咱手有伫振动，安尼有伫出力，就是伫做运动啊。有啊，拢嘛足欢喜个，大家拢嘛都落讲即社区安尼，感去了拢袂歹啊。即老伙仔大家话，我看拢身体拢较勇起来。田家乐社区关怀据点位于竹山镇田之地偏远山区。从104年起，借用废校的文田国小的校园，具有天然环境及优良气候的优势，生态丰沛，空气清新，没有污染，很适合养老。而长辈们之前就会种点种菜，退休后就慢慢生疏，这是邀请他们动动手脚，可以抒发他们的情绪，也是一项疗愈的活动。记者陈志图三采访报道。